在娱乐圈有些艺人似乎看破婚姻制度，即使拍了很多年拖都迟迟未结婚。以下为大家盘点圈中多对未结婚但就好恩爱的情侣。吴君如和大导演陈可辛相爱超过20年，还有16岁的女女。陈可辛曾经在一个内地节目自白，她曾经求婚，但吴君如就不愿意接受。几年之后，君如受访都提到不婚的原因，因为觉得两个人根本不是一纸婚书。申敏儿和金宇彬2015年拍拖，2017年金宇彬验出患有鼻咽癌。申敏儿在金宇彬病的期间，只要有时间都会陪他一起去到医院。好彩金宇彬恢复良好，在9月中的时候，就有网民在巴黎街头咖啡厅遇见他两个幸福拍拖。谢霆锋和王菲相差11年的姊弟恋，当年引嚟全城轰动，不过恋情维持了1年就宣告分手了。之后亦都各自有感情生活，但是离婚之后他们又再重新在一起。分手14年后世纪复合，不过就没有再结婚，一直都维持低调的恋情。